我跟你说，我们这儿有个叫做“天秀花”，做的都是小板凳，我给你做了个大的，你试试看，舒不舒服？ 你是谁？我是，首领派来服侍姐姐的。如果你有什么需要，就尽管吩咐我好了。谢谢，正好我也有些乏了，先洗个澡，你能帮我准备一下吗？洗澡啊？嗯，好啊。 天鹏，我就知道一定是你。你说你，长浩姐姐，我真不是故意的。你看这胸，他也有。你，哎，天鹏，你正经点儿，你怎么来了？是这样的，我看你过来了，我这不担心你吗？就一起跟过来了。这个时空中原本是没有我存在的空间的，时空裂缝中也没有别的办法，所以。 我只能寄居在他身上了。只能？那你为什么不早说呀？非要让我出丑？你闭嘴！这不是还没准备好呢吗？天鹏，你不是长浩姐姐，你这次回来，就不怕后羿知道你吃仙药的事儿？我有点累了，要去休息了。哎，长浩姐姐，我活该。